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谜语世界。今天我们玩的是双人合作闯关，结果我开了这个房间好久，一个人都没有进。那好吧，单人合作闯关，挑战一下。世态炎凉啊，咱们多吃一点这个，多搞出来一点小桶，然后去盛水，来点水瓶，这样咱们试一试一个人，看能不能把这个地图给干。说干咱们就干，走，先把这个水给拿走。哎呦，再跑这边，哎，我这个步数他还会给我重置。哦呦 OK， 这里因为咱们有剑有弓，弓箭合璧，天下无敌。我比如循环利用嘛，啊，我一个人照样过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然后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跑酷技术那么拉，这会跳不过去吗？不说还有奖励，奖励我面条。这里继续，单人旋风重风龙卷风。这我直接用大宝剑，我一闪，二宝剑我再一闪，三宝剑我再一闪。一个人咱们照样过关。哦，咱们闪现也算移动的距离啊。你看我左上角这个步数直接变115，从108七格。现在你们知道咱们这闪现一次可以闪多远了吧？抬高一点，嗯，跳 OK， 然后嘚儿，然后走上面，我过来喽！跑跑跳跳跳，唰唰唰！其中一个篮球框有钥匙，进球就可以喽，进球。看好什么叫做高手，进了。哎，哇塞，这个钥匙都已经找到了。早服啊，你不服我怎么知道啊。哼哼哼哼，来点面条吧，吃点面条，咱们直接冲。有面条无所畏惧，靠人不如靠自己。顶着这个走，等一下，等他弹出来之后咱们再走。这个他好像不会弹，弹，老弹是你吗？老弹，哦吼吼吼，又过来了。嗯，感谢他的一臂之力，又扒拉了一下。这肯定是让咱们下去找东西啊。可是你们觉得凭我的这技术，我还需要找东西吗？我还有水，我还有啥的，我这直接摆断走人，他不香吗？他这重力好像调了一点点，往上面跳的时候明显感觉不一样。哎呦，白杨木，哎哎哎，这六亲不认的步伐，
太嚣张了，有没有小伙子要过来和我单挑？这样就过来了，然后跑，然后跳，然后跑到这儿，然后再跳，然后再跳，这有手就行。然后走这边，让他巴拉巴拉巴拉一下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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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更是一样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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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关，咋没有用啊？呵呵呵呵，你个马大哈！这上面拿出来咱们的水，有难度吗？啊，这次我真的要放水了。单人放水轻松过关，童叟无欺，不吹牛。啊，这一关但凡我皱一下眉毛，我都不是老半仙。大宝剑开闪，哇塞，这后面居然还有需要让咱们这个合伙去找钥匙的。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没毛病。哎，其实刚刚咱们有泡泡糖，可以直接用泡泡糖过来的。双人挑战，再来最后一闪，男左女右，这干嘛？两边加起来一共十余把钥匙，需要找到其中十把才能过关。找呀找呀找钥匙，找到一个好钥匙。这里是不是需要放火？十余把钥匙。我都已经闯到这儿了，有个小伙子进来了。不过他这个钥匙还是蛮好找的，在这箱子堆咱们就一下找到那么多。这个也有七把了，这下面也有，然后我先这样，再这样。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，咱们干嘛不用呢？哦哦哦，没有，不可能。走这上面，直接穿墙而过，看看他这下面有没有。我都已经在那边看到了一个箱子了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空气方块，应该是有的。有有有，
哎呦，我闪。现在可以让咱们通关了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样都不赢。好的，那咱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